妈！ 老公，是真的吗？如果银行倒闭，我们的钱就没了。别担心。如果所有的钱都没了，我怎能不担心？别担心，你的银行存款都已获 PIDM 的保障。PIDM？PIDM 是一家政府机构，一旦成员银行倒闭，它保障你的银行存款高达25万令吉。